球衛先幫大家解釋啊，呢個 UFO 嘅開波啊，前場十四秒，廿七分翻過嚟俾六啊廿三嚟啊，廿三兩分炒，東柏五號，八號三分炒，六啊六防板。哦，要兩分，靚波嚟噶，清脆的full台啊，叫做四分波，廿三分過嚟俾阿廿七啊，廿七俾翻八號射喎，唔射俾廿三，廿三都係唔射，分翻出去啦，俾阿打掉進攻，二號分嚟底線，零度有八號一個三分。廿七偷波，廿七兩分，十五助攻，十五犯規唔係十五助攻，十五犯規。八十五號四罰。廿七一文。入啊！封板廿三，坐車坐車，阿啲牌啊啲牌，打打啲，唔要，唔要，咩大頭箍得啩？廿七三分炒咯，三十四防板，係啊，佢講起走噶啦，唔得嘅話，邊個隊？真係白你，可以除啊嘛，廿六兩分入啊，六啊六兩分計，二號犯規，好。二號犯規落六兩分入，加個罰球。最好笑，佢仲講埋白你。好笑，佢講到個頭箍唔除得咁喎。四萬，兩萬。兩萬。咁咪攞白你。咁多先好熱啊！好，落六一罰入唔入咧？唔入啊！二號防板咧？呢個係計錯分，但係呢啲球員中意真係。唔應該，哎，出界！一分波啊，暫時白色領先。跟住開過嚟，八號射唔射？唔射啊！切入兩分，炒落六防板。咩嚟啊？我都覺得好難。哦，犯規輸啊！二號兩分入啊！即係係咪真係好啲？認真唔係夠。我哋真係好笑喎！我笑俾你，唔好成日笑啊！我一定講佢一句好笑嘅，我唔當我一定要你。五號三分炒啊！防板廿三。二號分過嚟廿七啊，廿七再分過嚟八號，八號射唔射？八號三分炒啊！防板三十四啊，今次。五號三分炒啊，攻板三十四兩分炒啊，防板廿三。坐低，好啦呢边啊，分过嚟俾二号啊，廿三两分由二号助攻，后边嗰三个就系一加字，另嗰两个就系进攻手，冇错。西贤，三十四两分炒，防板廿三。廿三兩分炒八號攻板，得啦。廿七掟佢啲廿三，再出翻去三分啊！喂，踩界先。貓。一陣啦，屌。流量狀態，幾好幾好。喂，如果多人，我再多一次啊。雖然多人。
六十六两分炒，公板六十六加多个两分，有啊，零号犯规。好，呢边六十六一分，唔入啊！公板六十六，加多个两分，有啊！有反超喎，反超前啊，再到踩界啦！守个。好啦，之后呢边六十六，犯规23啊！23，后波第二号啊！睇鬼啊！23两分有7助攻。哎呀，冇呢啲啊！二号犯规。快啊！多几多食？哇！線腳13兩分，哇！誇張啊，中仔。拉個拉先啊，52-1，一掟掹3分嘅喎。犯規零號。冇相啊！第四節。換翻細佬。OK。好啊，52-1。八號3分，炒啦！外攻啊！仲有幾多集？兩個。OK。好。呢啲分啱啊嘛。啱啊！啱要進攻。哦，27分過嚟俾二號3，哇 ！Step back 埋一個3分，有冇啊？有啊！哦，呢個誇張啊，呢個。呢個係可能係殺死比賽嘅一球，52-54啊！一分鐘都唔夠，唔係兩分鐘都唔夠。八號犯規，天方滿啊！射波啦！停個邊先，一分41補翻俾你。腳咯，六六一罚又唔入呢？炒啊！打啦！咩可以打啦？真系要去冲抢。第二罚入啊！53-54，黑色领先一分。紧凑嘅赛事啊！23兩分炒13防板啊，之後一打4要喎呢個快攻係，朗軒啊，白色2號兩分唔入啊，14防板。快二号，黑色天包3次，喂，八号啦，入晒佢啊，唔好再炒啦，冇压力，闷，你继续防守，天包几多啊？白色3次，三次好，真系两分两廿秒前讲，冇输分咁多回啫，廿七号一份炒，廿七号
最多邊邊啊？嗰兩個。都炒啊！黃板六啊六啊五啊六 ，sorry 五啊六。白色二號兩分有。暫停暫停暫停。波嚟嘅，五十三秒嘅賽事，白色領先一分。十四秒進攻時間，白色可以出嚟。點部署？嗰邊空咗十四嘅嘞噃。3秒進攻。5秒。分過嚟廿三。23兩分，入啊！66防板，左球得啦，犯規，左球得啦，犯規，防好籃板，左球，犯規，犯規，好球一個啊！夾死啊！3秒進攻，5秒，3秒，66兩分又啊！好啊，好呢边啊，14秒进攻时间，黑色要追佢个三分噶啦，就应该系，哎打个快攻先喎，唔系啊，分翻出嚟，有冇踩界？冇踩界噶，分翻出嚟，二号，哇，仲有时间，识到咩？二号三分，哎呀，唔入啊，二号防板啊，另一边，完啦，57、54，结束了。